今天要来开 Skylip SSR 卷，相信有些人也知道了，只要手机安装 Skylip 这个 app，然后每天去打普通的多人战，可以获得积分，达到10000的话，就能兑换这个 SSR 新角色的券。它和那个 GBVS，就是你买 DLC 一样了，会获得新的角色吧？来兑换。其实有很多玩家，好像一个月多就拿到了，就是每天刷满这个积分的话。我是佛系，所以现在才拿到，还是一样，希望可以中风角，因为我缺的越来越多了。来吧，风神保佑，哪吒，来，这个很熟悉哦。好像看过，所以它是土属性嘛，土属性的角色，结果就是这样了，又没有拿到。